先比迷你酒店，我们位于遥远的东方韩国首尔，最具魅力的弘大弘毅大学一带。接下来请跟随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吧。沿着第一条红线，这条路上以各式各样的韩式餐厅而有名，美食爱好者和吃货达人们不可错过的好去处哦。咖啡集中区域这一带包含有 Hello Kitty 在内的各种主题个性优雅情调咖啡店，想享受悠闲下午茶或者是逛定小憩，在这里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家自己情有独钟的小店。再向左边出发是时尚达人爱好购物者的天地，各种流行款式的精美小店 H&M、Zara 等潮牌都聚集于此。标示为方块的区域，到了晚上便是变身的乐园。没错，在这里的主题就是夜店和泡吧。不止以上，在弘大你还可以欣赏乱打，参观 B-boy 剧场，还有 3D 美术。那么怎么来我们铅笔宾馆呢？到达仁川机场后，乘坐首尔地铁机场专线即可到达弘大，途经七站，用时大约47分钟左右。价格：购买一活用地铁票3700韩元，充值交通卡3600韩元。到达金浦机场后，乘坐首尔地铁机场专线只需要15分钟左右，价格1000韩元。到达弘大入口地铁站后，下车从3号出口出站，向前步行约100米左右，可以看见 GS25 便利商店，转向右手边步行小段即可。